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2K19的视频啦。咁啊，上一集我哋就做咗一个假如所有 NBA 球员都变成19岁嘅视频啦。咁啊，结果系非常得意嘅。例如我哋见到啦，非常诚恳嘅高比拜仁先生啦，佢一开头就话我好厌倦波士顿，到后屘佢话佢会永远留喺波士顿。啊，真系一个好人。咁今日我哋又要做另一个实验啦。咁啊，见到画面上咧。30支 NBA 球队所有的球员啊，都是变成35岁了。哎呀，这个联盟啊老化严重的，不过都有些人是后生了的。举个例子，这个卡达爷爷啦，从42岁就变成了35岁。这样的联盟会发生什么呢？值得一提的是，自由球员市场里面所有的球员，我是没有修改到年龄的。咁有可能咧，呢一啲球员啊，会变成 NBA 未来嘅希望啊！我哋一齐嚟睇下咁样嘅联盟会发生乜嘢啦。嗱，咁好明显啦，联盟就集体老化啦。NBA 嘅未来好有可能系依赖喺佢之后嘅新秀嘅，咁所以我哋嘅选材啊特别重要啦。咁从以往一样啦，都系用翻呢个历史选秀名单嘅，咁啊，亦都系从96啊，从高比嗰一代开始嘅。咁啊，今次我哋就慢慢向后啦，96、97、98咁样啦，就回顾翻成个 NBA 嘅历史嘅。咁啊，第一年嘅话咧，就我哋肯定唔会睇得太多啦，直接就模拟到赛季结束啦，因为啲球员只不过系年纪大一啲啫，啲实力仲喺度嘅。嗰啲咩勇士啊、波塞啊，如无意外嘅话，都仲系入到季后赛嘅。我哋就模拟到赛季结束咯。好啦，咁啊，第一年季后赛最尾系经典嘅黄绿大战喎、这个勇士啊，俾湖人系淘汰出局嘅，唔通真系要湖人总冠军嚟啊？喂！3-2、4-2，最后都是波塞获得了这个总冠军的艾荣，36岁的艾荣啊，获得了 FMVP。好啦，球员退休方面，我们迎来了一大波退休潮啦。Pau Gasol 和路易斯基虽然个年龄是后生了，但是他们都是选择退休的。赞奥比利都是退休啦。J.J. Redick 啦，謝拉特格連啦 ，My Boy 啦，希活啦嚇，咁啊佢嘅薪資，佢嗰個肥合約只係用咗幾多年啊？過嚟兩年左右係嘛？冇啦咁就，咁啊李華士啦 ，Gary Harris 啦，比士尼啦嚇，范喬丹嚇。仲有 Sexton， 哇惨咯 ，Sexton 打咗几年啊你，新秀赛季就退休，好嘢。仲有边个咧？仲有啲咩大牌人物咧？冇啦，就咁多。第一年就已经退咗一扎人啦，未来啊，仲只会有更加恐怖。咦？有得强制阻止球员退休喎、大家睇到。我有冇得阻止劳伊斯基退休噶？我要阻止劳伊斯基退休 ，OK 喎、啊。系兰道夫你都唔俾退休，翻去赚到俾你，你都唔好退休啦。屌你尾，你慢慢打啦。哎，借啦，阿麦基退乜卵休啊你？隔年你退乜休啊你？希活你退乜卵休啊你？其他唔搞咁多啦，仲有嗰个 Sexton 一定要搞嘅，太惨啦，先打咗第一年，冇理由咁样退休噶嘛。Sexton， 好啦，剩低嗰啲可以退休啦。好啦，最关键嘅选手结束啦，回顾一下马布里咁啊，状元去咗纽约嘅太阳，拣咗 AI。咦，今次高比仔就唔去呢个波士顿啦，去咗呢个达拉斯。咁啊，公牛揀咗 Ray Allen， 波塞就揀咗 Marcus Camby 嘅。咁啊，史道即高域就去咗热火啦，拿树就去咗呢个老鹰啦，呢个 Durahim 就去咗呢个波塞啦。
谢美奥尼尔咁啊，去咗呢个流马嘅大二 set， 去咗湖人。其他就唔讲啦，咁啊非常重要啦，因为呢啲球员一入到嚟联盟啊，佢哋马上就要做呢个当家巨星啦。好啦，咁啊赛季就开始咗啦，我哋数一数啲球员名单啦 ，Embiid 啊、西蒙斯啊、JB 啊、夏里士都已经系下降咗噶啦。咁啊，字母哥就跌得唔多，仲有94，拉云跌到80。阿康里就过咗嚟骑士嘅，艾荣就跌到嚟90啦，咁啊拜艇就惨啦，跌到真系一个80加嘅都冇。K 粒就去咗灰熊嘅，老鹰呢边啊胡仙域就过咗嚟啦，咁啊拿住啦，带住呢啲坏哥连斯真系惨啊，又系嚟到37岁啦。Randall 过咗嚟热火啦，白边都过咗嚟嘅。Campbell Walker 86 Rudy Gobert 85 Mitchell 83 Boogie 就85，馬布利好明顯一入到嚟就要帶隊㗎啦。 LBJ 跌得唔多啊，仲有97嘅。魔術呢邊以米道頓80就已經係做大佬啦。牛仔普森 AC 84當石84 Russell 82早基治90，奥拉迪普86，龙眉92，活塞呢边格芬啦84，面瘫佬跌到91，夏登跌到94，艾德烈治85 ，Booker 跌到83 ，PG 跌到91 ，Westbrook 跌到89，唐斯88。利拿德87，哇！喺 CJ 跌到80啦。勇士呢边嘅话 ，KD 跌到94啦，居里跌到93啦 ，Draymond Green 跌到81嘅，咁 Klay Thompson 个人应该就去咗边度咧 ？John Wall 84比202 ，Klay Thompson 系咪伤咗啊？唔见 Klay Thompson 嘅点解？好啦，搜咗一下咁啊，发现 Klay Thompson 就去咗呢个老鹰嘅，咁啊伤咗，佢又跌到82嘅。咁见到好多球员好明显啦，已经系开始跌 walk 噶啦。但系今年就仲系有得缓冲嘅，好似即系勇士呢啲啦。咁啊，如无意外嘅话，应该仲系好犀利嘅。我哋亦都系无意到赛季结束，睇下点样啦。好啦，今年决赛嘅两支球队系呢个波士顿赛特人同埋火箭嘅。值得一提嘅，上年入到决赛嘅湖人啦，今年就依旧强势啊，其实系第一号种子嘅，但系就俾呢个勇士啦。扮猪食老虎，之前我哋做嘅视频，我哋都经常见到啦。勇士系经常扮猪食老虎嘅，咁啊前两 round 都系扮猪食老虎，嚼低呢个湖人同埋 OKC 啦。咁啊西决就衰咗喺火箭嘅手上，而波赛咧就第二轮就比较困难啲，咁其他都系比较顺利嘅。咁啊睇下最尾嘅决赛，哇喺火箭3-0嘅开局。3-0嘅开局打到抢七，好在火箭都系赢得咗总冠军嘅。37岁嘅夏登啊，93种皮获得咗 FMVP 啊！留意下佢依家系攞住3年1.231嘅。咁啊，换句话讲嘅话，佢应该会打到40岁嘅，唔出意外。咁但系呢个赛季咧，应该我哋会见到好多球员系退休嘅。睇翻球员退休呢度啦，哇！这个名单好长啊！我哋读啲比较出名啲噶啦，兰道夫啦、卢斯基啦、夏士林啦、赞奥比利啦、J.R. 啦、艾列莎啦、卢瓦啦、谢拉特格连啦、迪安德烈·乔丹啦、夏德，我操！啱啱攞完 FMVP， 93种评嘅夏登选择咗退休，今次我唔会强制阻止啊，因为真系太多人啦。迪罗赞啦，比迪索尔啦，豪哥啦 ，TT 啦，卢比奥啦，鲁基治啦，哇 ，Russell 都退休啊，唐斯啦，哇，4年啦，份合约仲有，哥连斯啊退休啦，打咗2年啦 ，Mitchell 啦。古斯马啦。
Sexton 啦、Trey Young 啦，唉惨啊，打两年啊又系。艾顿啦，剩低嗰啲冇啦冇啦，剩低嗰啲就都系啲发展联盟啲球员啦。好多好多球员系退休嘅，咁啊当然都系剩，仲有剩低好多人。咁啊到到新赛季嗰时候，我哋再睇下剩低啲球员有边啲啦。好啦，又系至关紧要嘅选秀环节啦。今年嘅状元系 T-Mac 啊，被灰熊选中嘅。跟住邓肯咧，佢啊应该系总评最高啦，咁啊去咗魔术嘅。骑士就选中比纳斯啦，篮网就拣咗呢个云汉啦。我哋嘅船长 Steven Jackson 啦，去咗呢个波赛，咁其他嗰啲就唔算话太过出名嘅球员啦。好啦，咁啊新赛季又要开始啦。咁啊先睇翻呢个球员名单啦，所有球员呢边就睇得出啊，90加以上有几多个咧？呢度五个，其实应该六个，因为 LBJ 就有伤系啦。咁啊加埋佢咧六个，成个 NBA 得六个系90加嘅啊。会不会是最垃圾的一个赛季呢？因为打后的话，球员慢慢成长回就肯定不会那么柒的。我是很期待的这个赛季的 All-Star 会是怎样的呢？好啦，第三年的 All-Star 名单，那么现役的球员剩下几个呢？我们数下，居里啦、KD 啦、艾荣啦、Westbrook 啦、Boogie 啦，这里五个的。跟住有字母哥啦、祖基子啦、连摊佬啦、基斯保罗啦、艾德烈治啦、K 粒嘅，咁啊仲有11个，咁啊似乎啲现役嘅球星仲系坚持啊，咁啊今日赛季表现仲系唔错嘅，当然我哋亦都见到啦，好多新仔 AI 啊、邓肯啊、大二 set 啊、Ray Allen 啊、斯诺即高域啊，都系入到嚟噶啦，而喂高比仲未得啊？喂，要加油咯！第三个赛季噶咯，吓系要入 All Star 就差唔多时候噶咯。好啦，第三个赛季 MVP 就俾咗邓肯啊，另一个面瘫佬啊，20.3分，12.2个板嘅，系金比系最佳防守球员啦。史波尔史查66胜16负，联盟第一嘅战绩。一阵嘅话，居里仲有88总评啊。马布里啦、邓肯啦、字母哥啦、祖基治嘅，二站有两个双豪 AI 啊、Westbrook 啊、Durahim 啊、史努即高域、戴维斯，三站 Chris Paul 啦、威尔伦啦、KD 啦、呢个云汉啦，仲有金比嘅。好啦，睇翻啲分区嘅战绩先啊，马刺第一，睇睇佢阵容啊，有 Murray 仲喺度。咁啊，艾德烈治喂，手法冇一个上80加嘅，居然系西部第一啦。今周跌到落第二啦。咁啊 ，Draymond Green 同 KD 居里仲系喺个手法名单入边嘅。湖人啊，掹车边第八嘅啫，睇下佢哋嘅阵容啦。哇，呢两公婆唔系呢两个好基友啊，又喺一齐啦 ，DV 同 LBJ 啊，搭住第二 set 啦。喂，老老实实啦，即系马刺嗰个阵容都可以攞第一，你呢个阵容第八啊，真系唔应该啊！即系 LBJ 几多分呢 ？LBJ 17.7分，嗯啊系啊，值得同大家讲嘅系咧，依家个联盟啊，即系改咗系30秒一次进攻嘅，所以啲得分降低咗都唔出奇啊！好，东区买咪热火啦，哇，领先好多啊，睇下佢哋嘅阵容啦。有呢个丹尼咸美顿、史努即高域、亨特、白边、Marcus Fulton 够噶啦，三个80加喺呢度就可以冲冠啦。跟住系纽约啦、马布里啦，系啦，马布里几多分呢？23分，唔错啊。有冇边队比较差嘅呢？唉，速龙啊，喂，新科总冠军速龙。啊！面瘫佬跌到84，斯亚金78 ，Marcus 78，都唔至于咁差，第几啊？第12啊！唉，好啦，咁我哋就开始模拟呢个季后赛啦。好啦，咁最尾嘅决赛舞台就系迈阿密热火同埋呢个金州勇士啊。而呢个赛季咁正路嘅，
两支球队都分别是这个分区的第一啦。留意到湖人呢第一 round 就黑白黑低了马刺啦，不错的。火箭0-4比金州横扫，这边 New York 就0-4比热火横扫，两队波都是很猛的啦。看看最尾的总冠军是哪个了。哇，热火哇点解咁熟嘅呢个劇情，同样係3-0领先，最尾到到抢七，咁啊热火获得咗呢个总冠军嘅 MVP， 俾咗呢个 Daniel Hamilton 啊，咸美顿啊。好啦，第三个赛季结束啦，我哋又要睇返呢个退休大军嘅名单啊。Crawford、 文斯卡坦、高华、 DV、 尼利、迪云、夏里士、东尼阿伦、卢奥丹啦、伊戈达拿啦、米萨普啦、卢维尔啦、康里啦，哇！这个名单好长啊 ，Westbrook 啦，我就读啲全明星算啦吓，好鬼长啊呢、这个名单。咁啊 ，D Rose 啦 ，Eric Gordon 啦 ，PG 啦。好长啊，白边啦、米道顿啦、龙眉啦、大米啦，仲有呢个卡比拿啦、普新基斯啦、英格兰啦、Jaylen Brown 啦、小居里啦、Jason Tatum 啦、艾迪比耶啦、Fox 啦、Ben Simmons 啦、Lonzo 啦，哇，太长了这个名单。咁啊，剩低嗰啲应该就系啲角色球员噶啦。好啦，哇，非常长呢个名单，咁变咗真系剩低嘅球员真系已经系。等我睇下剩低仲有边啲人啊，数一数啊吓。咁啊，直接喺度睇啦。咁啊 ，LPJ 仲打，高野仲打，字母哥打 ，KD 仲打嘅。咁仲有边啲咧？艾荣仲打啊，面摊佬继续打，布拉迪普继续打，布吉继续打 ，CP。胡仙域、Campbell Walker、K 粒、Rudy Gobert、格芬，冇啦，80+以上嘅前现役球员就咁多啦。好啦好啦，又系选秀嘅时候啦，呢、這个应该系98嘅名单系嘛？我哋见到 My BB 啦，啱啱退休嘅云斯卡达，唉，好忙啊，你又复活啦，又要入嚟选秀啦，咁啊皮亚士啦。卢域斯基第四顺位，仲有邦斯威尔啊，2000万先生刘易斯啊，仲有拉里晓士啊，莫布利啊 ，Jason Williams 啊，哇，喺白朱古力啊，艾尔夏灵顿啊，哇，喺今年呢个名单好多熟人啊，咦，呢个系诶有个中国嘅球员啊，应该系自动生成噶啦，胡晶啊。咁啊，后边啲系啦，就系、是、咁样啦。呢个系第三年嘅名单。嗱，咁样啦，我就谂住加快啲进度啦，好似上一集咁样啦。咁啊，无意到五年之后啦，我点解拣五年之后呢？五年之后就系呢个03黄金一代踏入呢个 NBA 联盟啊嘛，咁肯定系非常期待嘅。唔系一于咁话啦，好啦，好啦。一眨眼就嚟到呢个2003年嘅选秀名单啦，今次就调转啦，韦特啊系状元嘅 ，LBJ 就系榜眼，卡梅鲁就变咗探花，咁啊第四顺位呢个大卫韦斯啦，咁我哋就揾下呢个，哦系啊，等我仲揾宝树先，宝树唔喺度嘅，因为佢即系你都见到2K19系冇宝树啦，好似话同2K个。冇版权啊，系啊，冇版权啊，所以冇宝树嘅。
好啦，咁啊，睇完呢个新秀，我哋先睇翻历届嘅总冠军先。从18至19赛季开始，呢八个赛季全部每一年嘅冠军都唔一样，咁咪好睇咯。第一年波赛4-2赢咗湖人，艾荣 FMVP。第二年火箭4-3赢咗波赛，夏登 FMVP。第三年热火4-3赢咗呢个勇士，呢、这个 Daniel Hamilton 系 MVP。第四年 LA 4-3赢咗魔术，应该系 LBJ 未最尾一年啊！依家大家都知道，依家又变咗新手啦，咁佢系 FMVP 嘅。第五年纽约4-1击败咗帝王马布里 MVP。第六年公牛4-1赢咗湖人，罗斯基 MVP。第七年魔术4-3击败咗呢个拓荒，邓肯 FMVP。最尾最近嗰年第八年。灰熊4-0横扫老鹰 ，T-Mac MVP 见到啦。除了球队不一样之外 ，FMVP 亦都系每一年都不一样啊！哇，呢啲咪我哋需要的咯，咁样嘅 NBA 咪好睇咯，系咪先？好啦，呢边我哋再数下历届嘅 MVP 啦。咁同历届冠军不一样咧，呢八年之间啦，邓肯似乎就成为咗联盟嘅霸主啊！他是三次获得这个 MVP 的，其中在2020至2022这两年都获得了 MVP， 其余的我们再读一读啦，居里、LBJ、纳树、Abdul Rahim 和卢域斯基，看来邓肯啊捞得不错啊，邓肯，我们看看邓肯啊，看看邓肯什么奖项啊，三次最有价值球员，一次总冠军，五次全明星，四次一阵，一次二阵，一次三阵，一次最佳防守球员，还有五次最佳防守阵容第一队，我已经是闻到了这个王的气息了。好了，跟大家过一个目前个球队的名单啦。七六人这边 Michael Redd 和比提亚带队的，公牛卢域斯基搭着 Ray Allen 啦，他们都是获得了一届总冠军啦。波赛有 Marcus Camby 啦，同埋呢个 Steven Jackson 嘅。灰熊 T-Mac 搭住呢个马里安啦，亦都唔错。老鹰拿树，仲有船长 Elton Brand 啦，仲有啲呢啲球员亦都系相当犀利。仲有 Abdul Rahim， 唔系嗰个 Abdul Rahim 啊。热火有史努即高域嘅。咁啊，黄蜂呢边都唔差啊，巴朗戴维斯、2000万先生刘易斯，仲有阿连拿斯嘅。爵士 D Ray 呢个状元 D Ray 搭住史奥达米亚，仲有白朱古力啦。好啦，牛仔呢边今次室友齐齐着住黄色衫呢个就唔好去波赛啦，去咗呢度咁啊，搭住 Jason Terry， 仲有呢个单打组啦 ，Joe Johnson 嘅好犀利啊，呢三个位置。鹈鹕呢边。云斯卡特啦、马格迪啦、坚阳马田啦、Jason Richardson 啦，仲有广东名宿宝沙喎。留意翻啦，卡特系21年嘅第二顺位，马格迪系22年嘅第二顺位，坚阳马田系23年嘅第二顺位，咁啊集齐咗三个榜眼，呢队波好捻犀利。火箭呢边系阿皮亚士搭住呢个排骨仔咸美顿嘅，马刺。咁啊，拣咗詹士啦，咁你就要可能要一段时间带领呢队马刺复苏啦。咁啊，俾佢啲配置就麻麻地。咁啊 ，AI 就嚟咗太阳嘅，咁啊啲队友亦都系非常差啊。OKC 呢边双塔 Pau Gasol 搭住姚明、穆朗、赞奥比利、兰道夫、卡朗布兰。金州嘅话呢，经过呢几年嘅演变就已经係非常之弱㗎啦。佢哋嘅当家巨星係莫文蔚、安祖米拿啦。好啦，大家目前见到嘅係2027年嘅全明星名单啦。队长分别係马格迪同拿树啦。咁当然啦，现役嘅球员即係嗰陣时现役嘅球员就冇晒啦。读一读个阵容先嚟啊，有马格迪呢边先啦，马格迪嗰边有邓肯啦、史努直高域啦、T-Mac 啦、安祖米拿啦、艾化神啦、云汉啦、Mike Bibby 啦、LBJ 啦、
下边嗰三个就我就唔系好识啊，可能系电脑自动生成嘅球员啩。我啲伪球迷嚟嘅，就识啲明星嘅啫。拿树呢边有马布里，有路易斯基，有抛嘅疏，有坚阳马田，有高比，有金比，有巴朗戴维斯，有船长 Elton Brand， 有 Jason Terry， 有 Sean Marion， 仲有兰道夫嘅。哦，一口气读晒啦，真系好多好多熟悉嘅面孔啊！好啦，呢、這个赛季嘅 MVP 就俾麦迪攞咗啦。T-Mac 平均有 19.1 分嘅，肯定唔高㗎啦。一阵就肯定有 T-Mac 啦，有拿树啦，有邓肯啦，有 LBJ 啦。哇，第一年咗喎 LBJ， 仲有 Pau Gasol 嘅。二阵莫文蔚啦，马布里啦，小路即高域啦，雷维斯基啦，仲有 Elton Brand 嘅。三阵呢、這个掹枪佬啊，阿连纳斯啦，呢、這个托马士。呢、这个坚阳马田啦，阿杜拉谦，仲有金比嘅。睇翻呢个分区嘅排名啊，东部老鹰系第一嘅。咁啊，拿树啦，18.5分一场波啊。咁啊，余下呢、这个佢带领嘅阵容亦都系唔错啦。Elton Brand 得分就唔多啊。热火亦都系59-23亦都唔错啊。史杜即高域有25.4分喎、啊、吓，喺嗰个时代唔系。在这个游戏里面这个得分是很高的了。再看看啦，公牛我们讲到卢易斯基搭着 Ray Allen 的王炸组合啦，仅仅是排分区第四的啫。西区这边灰熊 MVP 啦， T-Mac 的大应之下不错啊，马里安 13.8 分的。鹈鹕我们讲到啦，三个榜眼啊，云斯卡达、马格迪同埋坚阳马田，咁肯定要奶咗佢先啊！阵间无意嘅季后赛要留意呢队波。咁啊，湖人仲可以排到第六嘅，冇咩话巨星嘅啫。莫布利仲有呢个第二 set 啦，第二 set 有11.2分嘅。咁啊，老詹带领嘅呢个马刺争一步啊，争一步啊！新秀赛季詹士21.9分，争啲啊，唔紧要。有大把未来是不是，我们就要开始模拟这个季后赛了。不好意思，不记得模拟前面的这三轮的、情况。最后站在决赛舞台的就是这个热火和这个鹈鹕的。一号种子灰熊最后就输了给二号种子的鹈鹕。都讲过鹈鹕集了三个榜眼，榜眼是很犀利的嘛。呢边老鹰亦都系招架唔住啦，热火系4-0嘅，非常强势。睇下最尾嘅冠军系边个啦？3-2、3-3、4-3啊！新奥尔良鹈鹕赢得咗总冠军嘅。咁啊，三个榜眼最尾就拣咗坚阳马田成为佢哋嘅 MVP 啦。咁样我哋呢个视频就真係比较搞嘢啦，比较有趣啦。你咁讲呢，我睇返呢个联盟历史。今年我哋嘅冠军係呢个鹈鹕啦。九年啦，我哋进行嘅模拟嘅九年九个赛季，每一个赛季嘅冠军都系唔一样嘅。喂，本来其实我就係諗住做一个视频嘅啫，咁但係玩下玩下咁样模拟下似乎都唔错啊。唔知大家有冇兴趣话要我继续模拟落去呢？咁依家就进行到系啊03年嘅选秀名单啦，咁下一年就系04年嘅。咁如果你哋想睇嘅话咧，就喺评论区度多啲评论啦，一定要多啲评论，我系睇你哋嘅评论数嚟做决定嘅、啊。如果多嘅话，我哋就继续做落去啊，一直模拟落去啊。咁呢一集就到此为止，我哋下集再见，拜拜。